哇，这球球挡看到了高纯瑞的侧身啊，果断的塞到了直线。球挡也是在加一些变线，去防止高纯瑞的搏杀。这局开局之后，邱党在发球上面啊，做了一些变化，对，连续发到了高成人的正手短，而且是偏下旋的一个死转。现在邱党在整体的一个进攻节奏上去控制高成瑞的这种短球，不管是发球还是接发球，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些进攻点。现在两个人这样站住了来对这个相持的环节啊，高成瑞还是相对比较主动，应该还是正手转不转的一个死转正手位。哇，今天这个球网啊真的是非常的帮忙，所以说这个比赛就这样，可能邱党今天运气确实不错，可能能逆转一下高成瑞的势头。邱党的第二局的变化还是非常快的，然后及时的捕捉到了高成瑞的正手短球。邱党还是想去通过自己的摆短摆到高成瑞的正手，但高成瑞也敏锐的发现了，然后就发了个侧上。你摆不了那么低，所以说我就下一盘好衔接，互相的算计啊。这个球邱党还是很聪明的，没有选择去摆正手位，如果摆正手位，高成瑞这个球正好就跳到正手位了，这个球反而是摆在反手位呢，高成瑞正好没合上点。连续的正手短球，高成瑞这局到尾局的时候也找到了一些接这个方法。这个挫伤之后的反手反拉啊，非常的先进。现在平台上这些技术啊，尤其是现在年轻小孩，他们的使用率是非常高的。这种挫伤之后的反手反拉，哇，高成瑞连续的追分啊，比分现在追到了只差一分啊。追到了8-8。球挡应该还是要加强自己的主动进攻性啊。是的。虽然今天高成瑞状态很好，但一定要还是对于邱党来说，一定要加大自己的进攻。那其实真进攻了，反而高成瑞的防御也会出现一些无谓失误。
非常精彩。哇，漂亮！精彩的相持啊！现在的球打的已经非常的高速了，板板都在发力啊。球挡在8-8之后的两个发球变化还是非常及时的，发到两个反手位的转不转。所以说今天球挡在第二局的整体的战术的变化是要提前高晨瑞的。哇，漂亮，这个必须得给高晨瑞鼓鼓掌啊。这样的连续的这种进攻啊，虽然球挡连续的这种防守也很出色，但是高晨瑞这种连续进攻当中这样调整，能够看出现在自己的这种进攻时候的出手是非常自信的。看看球挡和高晨瑞这一分怎么处理，还是勾手。哇，今天高晨瑞的感觉状态都非常好，这个球其实球挡拉的并不低并不高，所以说是比较低的一个弧线，高晨瑞一个反拉穿直线啊，这个球给谁都没办法。确实是，这有点超乎想象的球，属于是。对，选择的进攻落点也比较刁钻，球挡完全没有反应。对，没有在做这边的准备。嗯，关键分还是要细腻啊。对，球挡这一分还是打得比较细的，给到了高晨瑞的中路。这局球挡的第三个局点，这个连续进攻，而且每一板之间的这种质量啊，这个球挡其实变了一个侧旋啊，其实这个侧旋变得并不好。其实刚才球挡的在这个发球之前的所有的发球体系，其实运用的都不错。这种短球的一个转不转，如果高春瑞接好之后，立马换到反手位，然后一直在通过这两个落点的一个牵制是非常有效的。但是最后一分没忍住，想发个侧旋，继续。非常精彩的对拉，再一次咬到12平，这一分相持球啊，球挡还是顶住了。高晨瑞这球想变直线，难度比较大。双方再一次打成12-12。对，这个转不转其实球挡发的还是不错的，这个转不转之后高晨瑞要不主动搓长要不摆短，所以说在控制前三板的时候，就我你今天状态很好，你打能力球我打不过你，但是呢我给你打前三板打半出台，这个方面去找高晨瑞的一个失误。打到这种大陆球，目前高晨瑞的状态确实好于球挡，基本上在这种球当中高晨瑞的分数啊能占到6-7成以上了，而且无畏失误非常少。今天的高晨瑞我觉得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。高晨瑞在接这种转不转的时候，我觉得高晨瑞应该强行的拧拉。哇，这个球反应非常快啊，这个就今天的高晨瑞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一个漂亮球，球刚起跳，这真的属于是人已经在一个忘我的状态之中了。对，14-13，高晨瑞的局点，高晨瑞的第二个局点，看能不能把握住。哇，发球出台。所以说，
运动员在这种关键比分的时候，手啊，感觉啊，还是会发硬一点。嗯，这个就是每个运动员在快赢的时候，他多少心跳的起伏会比较快，这个时候要控制好自己手上的力度，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一件事儿。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达不到那么多的紧张，所以说当比赛比分真来到压力的时候，确实在控制的心理上来说，高晨瑞还是显得稚嫩了一些。哇，这球选择搓长，把主动的进攻机会给了邱党。哇，最后一分啊，连续的。